江天归鸿雁，花牛林你破相随像是本地人，那参修是草地人啊！我正是楚国本地人，流落他乡数十冬，果然是乡音未改，鬓毛俱白啊！也那是尊夫人，伊的口音都淡薄啊熟悉，人伫讲地路川出比哩。我看尊夫人，那是甲以前迄个西施比较起来，恐惊西施也输伊几分啊！尊家，讲笑咯。尊家，你的听音可是厉害，我的家后踮在地路村认识，当初离乡背井，去到姑苏。哦，姑苏。彼当年听人伫底讲，五国大王夫差建了一座正悬的高苏台，五岳高悬。五国大王灭掉五国了后，十八岁就将高苏台烧了了啊！高苏台烟消素去，火烧高苏。建会本来就是无将，人伫咧讲报笑高台，幽怨会变成废墟啊！就是啊，什么公侯将相在此家里，到尾啊，跟我这个老伙仔有什么无同呢？人伫讲啊，人生海海。鸡腿，冤家相拍戆骨腿，输赢免钱免怨气，拢会变作骨一堆。果然看破，这我哩多输枉费，大风飘哪。多
天干，还不如你呀、啊！哎呀，各尊上客，贵恶心，家风失格，闹大音，家头昏醉，怒笑吟，换酒一泡。准备客官哦，借钱，和你摕去买酒。杜主公，果然慷慨，贪财贪财呀！一个时辰了后，再过来接我。好，一个时辰了后，我再来接你。哦哦哦哦！尊家不只是听音真好，看人的眼光也真准。你讲是不是如云啊？是啦，就算是美人，毛人露出黄的一天，世事之变，就永远跟五国的失败念作伙。就是安尼先。咱这个温馨卖命，知道清净，还礼以世事，一生往事，一生往事啊！哎，小事一个还礼，就出现一位道主公。你莫白的记载，无论行到倒位，用什么名字，拢是会名满天下。但是倒一个名，才是真正的我呢？在我的心目中，你永远是那个气宇不凡、温柔体贴的范小姐啊！在我的心中，你永远是李白青春、天真无邪的如云世事啊！可是岁月不饶人啊，旧青山永不老。你看，咱数十冬唔嘛倒转来，地罗川又原是如此的清幽。是啊，是你一日熟悉的情景，浮在眼前。迄个时阵，你徛在迄个水边，宛如是仙女下凡啊。Thank you.
Oh,
双眼，我唔捌看过哦，你人是端哪位？还得是在。请问江面阁是地路川？江面当然嘛是地路川，阮厝就住伫遐，无你讲什么问题是唔哈？西哈是范蠡范孝撇，台湾的上大夫，下乡顺风面前哦。哎呦，拜托的啊！你讲讲一大堆，我当时听拢无。上大夫是什么东西啊？无你是伫咧医狗啊医猪？不是行医看病大夫，我是是啥是啥是啥？东西不可啊！范大夫请恕罪，东西比较比较爱滚生笑。无怪伊，无怪伊。请问姑娘，你是？哎呦，我甲你自我介绍，我是顶庄汤的，庄顶更有名声，下更有出名风度，武林惊动万国，阮地罗村第一美人东西。无啦，人我是讲，我排第二个，虽细细一点点啊尔。细细。嘿。哦，东西。讲得好，是东西，唔是东西。行。真是人中之凤。
待乎我。我是倒转来替我换的洗啊。哦，啊对啦，啊你的白洗伫只啊，来来。多谢啊。谢谢你，我。也是你先讲啊，范大夫顺风面前一路辛苦，我伫咧想，你用只去阮家皇帝啊。好，好，好。阮庄内有上好的茶米，品起来清香，饮落喉味甘。好，好，好。真是比我想我红颜娇，今日落眼天光雕，艳艳吉俏勤国貌，秋浦流转。哎呀，是我心魂消。小等嘞，小等嘞呀。Thank you.